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计算这个级数的。那你看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二项式展开。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哈可以把它看成多少呢？看成是一乘以多少呢？一加哈，一加三嘛，三的话就是三乘以一。那这个的话哈，是多少？是一加多少呢？三乘以二，啊，这二跟这二一样，这一跟这一一样。那所以哈，它里面那个一般项哈，就是一加三 k， 啊乘以多少呢 ？c 的十五呢取 k， 哦，这个 k 跟这个 k 一样，哦，这二跟这二一样，它在零点二的 k 次方，零点八的，十五减 k 次方，十五减 k 次方。好，那这个 k 哈从多少来？从零，哦，这个是一乘以一加三乘以零嘛，一加三乘以零，哦，啊，这个是 c 的十五取零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是零点二的零次方乘以零点八的，十五减零次方就十五嘛，所以这整个是多少呢？整个是西格玛。k 从零到十五，哦，这个就是十五，知道这个是一加三乘以十五了，四十五加一就刚好是四十六，啊，这个是一加三 k， 啊乘以 c， 十五取 k， 啊在零点二的 k 次方，乘以零点八的。十五减 k 次方，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话可以拆成两项，拆成两项就是 k 等于零到十五 ，c 十五取 k 零点二的 k 次方乘以零点八的十五减 k 次方，再加第二项，第二项可以三可以抽出来。三抽出来，然后这 k 等于零到十五，啊，这是k， 啊乘以 c， 十五取 k， 零点二的 k 次方，零点八的十五减 k 次方。好，那，啊，这一项的话，比较简单，这一项的话是。二项是展开啊，就是零点二跟零点八当成是两项，哦，就是零点二加零点八的多少的十五次方，它的二项是展开就是这个，哦，第一项就是这个，啊，加多少呢？第二项，第二项我怎么做哈？第二项的话哈，我利用这个公式 ，n 取 k 哈，可以等于。n 除以 k， 它乘以 c n 减一 ，k 减一，等于是降阶啊。那现在这里哈，哦，乘以 k 嘛，这 a 是十五，哦，这 a 是十五嘛 ，a 是十五，哦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就是它乘以 k， 两边乘以 k 的话，这 k 就 a 掉，哦 ，k 就 a 掉了，就变成多少？这 a 是十五嘛，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十五。乘以 c 十四取 k 减一啊，也就这一项的话是多少？是这个十五乘以 c 十四减十四除以 k 减一。不过的话哈，这里的话，当 k 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已经等于零了，所以这是从 k 从一开始算，也就是说，我把它多写一项啊，这是三了哈，这 k 带零的时候，这就没有了。所以 k 这个是从1开始，从1到15，然后里面这个 k 的话，刚刚把它展开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是 k 乘以多少呢？ 15除以 k c 14次方，它取 k 减一，那就约掉，就剩下15哈，然后 c 14 k 减一。
0.2 的 k 次方，0.8的15减 k 次方。好，那15可以乘进来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变换变数，我现在定好 k prime 等于多少呢？ k 减1啊。我令 k prime 等于 k 减1的时候，那么呢，这个哈，这个就变成多少呢？这就变成哈，这是k 从1开始，那 k prime 就从0开始 ，k prime 从0到14嘛。哦，那这15把它拿，15把它拿出去了哈。哦，这个啊，15把它拿出去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 c 14，那取 k prime， 哦，因为 k 减一是 k prime，k prime 哈。那 0.2， 这个 k 就等于 k prime 加一 ，k prime 加一啊，它乘以多少呢？ 0.8。那我15减 k 哈，就是14减 k prime， 我就15减 k 哈，就等于14，啊减掉呢 k 再减一嘛，哦一14加一就15，那这个 k prime， 这14哈，14减 k prime， 好，那这个呢刚好也是二项式展开了，不过这有个 0.2。这多出一个 0.2， 0.2 抽出来，变成是15乘以 0.2， 那这是 k prime 哦，从0开始到14 ，c 14 k prime 0.2 的 k prime 乘以 0.8 的，14减 k prime， 那这个呢是二项式展开。这 x 加 y 的14次方的展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哈 0.2 加 0.8 的14次方，这是 0.2 加 0.8 的14次方，啊，你把它展开以后就是这个式子，把这二项式展开，那这个就等于3，也就是说哈15，这一项的话就等于3了，啊，这个这一项等于1嘛，所以这是1的15次方加多少？加3乘以多少？3乘以有这个，这个是3嘛，啊这是1嘛，这是1，这3乘1，所以这是3乘3，那1加3乘3就等于10啊，所以这个结果是10，所以答案是10。